2009年，甲县西湖林村灭村过后，由当地当地居民呢，就为金门设计，系讲将此个科技作为做地位依据，系唔系就唔会发生几场灾难呢？虽然高铁咧，从起过后嘅西湖林国小，高中韩国先生就推出了一套互通游戏嘅防灾教材，为了加强面对灾害嘅应变能力以外，甲县爱乡协会咪同当地嘅宝龙国小合作。用神农教育来认识环境，对新人来讲，仔细培养对大自然的观察力，后来面对盲地的灾害。大年 VR 机器跳迁出去十年前变成街下，不过对游戏图，做得先切注意灾害之前的小偷，想看灾难发生。如果可以再来一次的话。小那个小戏过后，高中了帝都的欣赏，硬就推出两套虚拟结合实景的风灾教材，帮小朋友的游戏图学会准备避难八宝了的历史。食物等等是吧？啊，我们能不能一次背得那么清楚？不能。可是我们多玩几次之后，会不会背得清楚？那在发生这个景象之后，他们会更有体认、更深刻的去了解，说我以后我要怎么面对到这块土地。希望让孩子了解一个防灾的一个教育，比如说我们里面有地震来，我们要怎么做防范，我们要做怎么做掩护。行业学高地都的石石天然，也是甲县爱乡协会老国小四线强化开出来的天。八八风灾过后，爱乡协会希望透过神农教育，帮小朋友认识土地、认识植物，每帮爱乡的心肝充实培养。你让女人摸过，操作过，她就会对这个东西有情感。至少要知道我的爸爸妈妈贾先生把我养大的吧。我们这几年就是跟小学、国中合作，每年都到学校去带孩子认识我们家乡土地的物产啊、农事体验啊，让他们不要排斥做农这件事。学搞国后来的包儿，还有美肉包种来买，发展做提色的商品，甲县居民聊得很通。唔单像大年初五充实培养风灾了恢复环境嘅观念，来相互串联起来，变作当地创新发展嘅动力。下个新闻风云桥，苏慧娴高雄报道。